传然递的。后，在姐姐家应该说是姐姐，因为这个是我妈妈的妹妹，知道吧？看到没？这是我的妈妈的妹妹，然后我表姐也在这里啊，家人们，应该说她是姐姐，不是表姐啊，家人们，因为她是我妈妈的妹妹的家的孩子嘛，对不对？妹妹在哪里呀？她是认得出我来是吧？妹妹在哪里？在表姐家呢。猪皮了。把赞点到10万，家人们，2000多个人，咱一人一个赞，咱1分钟时间咱就能点到了，知道吧？是表姐是吧？哦，是表姐，可能是我就是不懂吧。三女啊。三女，2000。你是公？为什么不直接回家？因为好久没有见到我那个妈妈的妹妹了，我来看一下她嘛，对不对？因为顺便也顺路嘛，是不是顺路？所以我就来这边了。姐姐呢？姐姐在那个奶奶那边啊，家人们，我们这里叫姨妈，我们也是的，家人们，我们也是的啊，我们也是啊，都是一样的。曾经你联系你们，哎呀，你们不要说曾经你联不联系我了，我们两个什么关系也没有呀，对不对？你的美军。我们两个什么关系也没有的呀，是不是家人们？我都说了，我要好好的去工作了，我不想，那说那些谈情说爱的那些啊，搞那些谈情说爱没意思的，家人们。蔚蓝网。没意思的，知道吧，家人们？他会帮你。没事，家人们，我能处理的好啊，不用姐夫他们帮忙，我能处理的好的。艾莫能自己能处理的好。对，我应该好好的工作，好好的去努力啊，是不是？我要让那些跟我年纪一样大的人看得起我，知道吧？他们老是回家的时候，我们老是回家的时候，你们也知道了，有些人就看不起我们，对不对，家人们？你们说是不是？那我们必须要让他看得起我们才对呀，对不对？然后明天白天啊，我会跟爷爷，有可能会跟爷爷同框，家人们给你们直播，好吧？还有没有腊肉？明后天是帅哥姐们，以后啊，你们想要腊肉的，跟阿姨莫说，阿姨莫推荐给你们。我会好好的，咱今天不卖货啊，家人们，咱今天就好好的聊天啊，咱今天不卖货。等那个，就是现在要过年了，运营都就是不。就是运营都放假了，家人们不发货了，知道吧？等过完年，咱才可以运营才可以工作，知道吗，家人们？所以你们想要我等过年过完年，我就给你们啊，叔叔阿哥姐们。姐夫是个好人，好好工作，好的，我知道，家人们，我心里面最清楚了，知道吧？我早知道吧。我心里面清楚的很的，其实不用你们说，我也知道的，家人们。我会好好处理好的，你们放心啊！来，把赞赞点到10万，家人们，现在赞赞已经点到5万了，咱把赞赞点到10万，好不好，家人们？好不好，家人们？能支持阿一莫的，咱就在国不上扣一。你们觉得阿一莫说的对的，就是支你们想支持阿一莫的，想点赞赞的，咱就在国不上扣一，好不好，家人们？这发型好看，没有，家人们，我今天染了个头发，哇，那个头发太花了。因为我那个头发太花了，知道吧？一会儿黄，一会儿黑的，不好看。然后顺便染了一下，对，哇，你全部都是自筛墨的，对吧？那咱就点赞赞好不好，家人们？咱9:02的时候，咱能不能点到10万，家人们？会帮我了是吧？我知道了，家人们，不用你们说，我自己心里面清楚，而且我自己也能解决的这些小事情啊。姐姐不直播，家人们，姐姐应该不直播。我今天，我姐在直播吗？家人们，我去看一下吧。姐在直播是吧？啊，阿姨长大了，那必须得长大呀，是不是？你说结婚今天结婚了吗？啊，
我再跟妈妈沟通啊，家人们。阿姨妈到家了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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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就跟你们汇报一下嘛，对不对？来跟你们直播，跟你们聊聊天，是吧？妹妹在哪里？在表姐家啊。妹妹照顾好姐姐，好的好的，我知道了啊。阿姨懂事了，哎呀。阿子姐在直播，没事啊，让她直播。姐姐不在直播呀，在的。阿姐能在用呀，不过。姐姐，我姐明后天有可能就去回去了，家人们。啊，你们放心吧，咱不用担心这些，一老婆在的啊，什么都不用怕。一组是个好人，我知道一组是个好人，没有直播，没事没事，你们那边过年吗？我们这边就过小年，知道吧？吃那个猪肚子里面的那个肉，家人们，我们不过年，我们不像你们过年，我们已经过完年了，你们也知道的。阿伟来了，阿伟来了，跟我没关系啊，我也不想听阿伟，你们不要在我直播间里面提阿伟。你们没关注的关注一下吧，然后明天我给你们播吧，叔叔爱哥节目啊，我也要下播了，我今天就来跟你们汇报一下的，知道吧？我今天就来跟你们汇报一下的，我也要下播了，你们都去阿子姐的直播间里面去看一下啊，家人们，拜拜！你们都去阿子姐的直播间里面去看她吧，我也要下播了，我明天要跟你们播啊。拜拜，你们都去他直播间里面看啊，我下播了，我今天就不就是来跟你们汇报，我已经到这边了。姐在直播啊，她在大号里面啊，子墨啊，啊子墨在直播啊，拜拜，下播了，休息吧妹妹，好的好的，明天好好的跟你们直播啊。